曹格和老婆吴素玲结婚后生下一对可爱儿女就跟 Grace， 时不时分享家庭幸福日常，让人超羡慕。而近日曹格发出的一系列宝贝照，粉丝狂呐喊丑妹魔人是你。照片中久的视线盯着妹妹 Grace， 看似表情高冷，但真相却在下一秒大破功，露出纯真大笑，长手搭肩，妹妹无奈抿嘴瞪眼。在第三张照片中，兄妹俩互推搔痒，笑得更是灿烂。以上的兄妹相处日常，也让老爸曹格po文 Start of my day， 我的今天是这样开始的， Have a nice day。除了哥哥的丑妹模式被发现，兄妹俩近年来暴风抽高，长手长脚也成为照片一大亮点。只能说曹格有这一对可爱的宝贝真的超幸福的，